好，老师今天要教我什么呢？今天我们会学的是单手开嗓。OK， 简单来讲，和上个礼拜的位置是一样，4个手在后面，一个拇指压在中间，然后开的时候拇指是从这样的位置，去到这样子打开。随便点一张黑桃吧，点了之后，然后你不要看 ，OK， 给我。好，那你随便点一张砖块七，方块七啊，方块七，方块七。好，然后现在我觉得让我来点好了，方块四，觉得就这个好了。那如果我们都猜对的话，哦，所以刚才我们选到的啊，我们要。选的就是方块七、方块四跟黑桃八。那如果我们是有默契的话，哦 ，I think this is dope。我觉得这个星期我学了这两个魔术、三个魔术都非常的棒。那老师今天要学的就是非常危险的东西，玩火。看着这样子。变成了一张马币，20块。如果你们学会了这个，你们就可以成为富二代。所以那个手是不会被烧到，不会热，不会烫，不会痛的。会，你要痛才会，才会生钱呢。戴手套不会动，你给你一把扫完试看。不要怕啦，有老师在，他说安全就可以。各位观众，现在为你变魔术。钱呢？钱难赚啊，懂吗？钱难赚啊！其实是惊魂未定。好，那我们就不要玩这样多火了。我们今天就是学到这里吧。